阿伯，伊人佫为着你是杀手的身份，伫个网咖做恶作的，啊！你煞等伫个厝内底安尼，丁小娟安尼敢对？李勇怎样？李勇甲我讲啊啦，阿伯，啊，伊人一直认为你是一个足够伊的爸爸。啊，雄雄知影你真正的身份，就是无法度接受，嘛是真正常的啊。就算你是杀手，啊，你甲伊人也是爸仔囝，这份亲情是永远拢切袂断的。我相信伊人早晚会接受这个事实的。啊，你知影我较早是咧做，你拢袂惊我？坦白讲哦。头一遍听到的时阵，我真正有吓惊着啦。啊，不过我实在阿伯，你是一个人足温暖、足善良，啊嘛足热情的人。至少你对我甲我阿妈是真心的，你给我阿妈头路做，佮替阮找厝住。啊，你对伊人嘛是全心付出，所以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啊，就算你会杀人，你一定也有不得的苦衷。我相信阿伯不是一个会黑白给人害的大坏人。今天你真的是一个善良的孩子，不过你若是知道我挑工接近你阿嬷，是因为我背后有人指使，你就别认为我是好人。阿伯，你是在哭？我哪有啊？今天多谢你相信阿伯。我若跟你比起来哦，我算是一个足失败的爸爸。你会当给伊人关心、鼓励，啊，那我哪有伊失望、佮痛苦？爸，你莫安尼讲啦！你若是主动去甲伊讲话，讲几句好话，我相信伊真紧就放落卵啊！我嘛真想要去找伊，不过真情话当讲我拢讲啦，即马若阁见到伊，我真正唔知要讲啥。恁爸仔囝应该有恁才知影的小秘密对无？啊，比如讲伊恁佮伊食啥物物件？还是你有做过什么代志，让伊足感动过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即马想起来。春天，多谢你。阿伯，希望伊能甲阿伯会当赶紧和好。真胖哦！哦，我这越胖啊，愈胖愈胖啊，我巴肚咧咕噜咕噜一直叫。你在创啥？你讲啥？我咧烘肉。这网咖呢？你伫这烘肉？既然我无倒来厝的啊，我只好来这烘给你吃。你叫，你细汉时阵哦，一下课就冲去我烧烤摊啊，讲是讲要斗三工啦，结果是吃你爱吃的七里香。我大家拢嘛加传足侪予你吃，我今日哦，嘛有加传足侪七里香，还佫你爱吃迄三层肉哦。谁叫你这样计步啊？啊，谁叫我是恁爸爸？家己那饲好爸，就爸爸的责任咩？啊，唔过你总放心，迄几来遐哦，我咱当好势。好啊，你无需要安尼做，不管你安怎对我好，拢袂改变你双手捌花的事实。伊人啊，伊说你讲迄筷子手，甲一般的巡逻拢嘛同款同款的，也无对哦，拢是为着要饲鸡，要甲厝内囡仔饲好饱尔。若是有通选择，上愿意家己的双手去捡垃圾对吧？
我是唔知影今日我所讲的，你会当听你偌济啦。啊，不过我希望哦，你会当怀疑我的人格。啊，你千万唔当怀疑我这个做爸爸，想要保护囡仔，让囡仔平安大汉，关决心呢。我知影，这代志哦，爱乎你时间来消化。不过，阿杰，看要偌久？爸拢会当等。你也是物件紧收收，紧转去啦。你若是继续夯落去哦，等一下哦，火灾警报器也亮，头家找你索赔，迄个无我代志啊。哦，我卖给你阿妈话，我今晚收收会得。早跟你讲过啊，你脚车要留镜头，一定要叫医生看。你讲袂听，这三不五时来听。大家发作的时阵哦，厝内所有代志拢是我咧做的啦，所以就是我。哎，你嘛知影，甲爸爸生活十八年啊，我就不敢放手啦。想加载，你接载，但是无法拖累，反正你即马这样生活。会过了更加好。你若是无我，谁替你抹油啊？谁替你整理你卖的酒干啊？你哪知啊？我哪唔知？你大概心情郁卒，就是啊，饮酒啊，饮到醉茫茫，困在客厅啊。还佫啊，你即马身躯的酒味啊，这么重，就算烘肉佫较芳哦，嘛盖袂掉。行啦，我想要回去整理一下，我无想要让我的房间变成是小强的窝。你全工煮食，替我整理厝的，你真正无需要做这么多呢。多谢你。哎呦，这哪有啥？啊，较早拢是你甲我斗相共呢，啊，即马换我为你做一挂代志，这哪有啥？而且，你有把我的话听入去，万一跟阿伯都回来，我真正就欢喜。其实我，我阿嬷有跟我讲过，厝内底的人是上坚强的后盾。啊，尤其恁两个哦，是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，应该要珍惜。啊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恁两个拢爱相亲相爱，做对方一世人的瓦壳，好吧？当然，一定是我的好心，就是我一个，我一世人拢会好好照顾。嗯，啊，你嘞？你的手是安怎啊？无啦，就煮菜的时阵无细里切着的。那这无细里啊？我看卖者。啊，无要紧啦。我规身骨拢做垃圾，我想来洗身骨，恁先吃啦，恁先吃。哦。好啊啦，阿伯已经入去啊，免看。我是真心在关心你呢。啊，你嘛是真心无想要甲阿伯好好是毋？是的啦，你有要做遐尼侪代志，我煞彻底的意，甲你白报伊啦。袂啦，啊，至少你愿意甲阿伯倒转来，那你就表示你有想要体谅伊的心，敢毋是？你真正袂怪我，我无予你面子。我有甲你讲过啊，你心内的艰苦甲为难，我拢会当了解。啊，虽然你即马阁无法度接受阿爸的身份，啊，不过
你嘛无想要让伊烦恼啊！啊，你看，你额头拢结几球啊！我就知影，你心内一定足为难的。我唔甘你拢袂活，哪会怪你啦？好啊，以后我若是烦恼时阵哦，你就安尼给我呼呼的，我的心情就会变好啊。林设于惠生医院，民国八十九年正月二十二号。这是你哦？民国八十九年正月二十二号，确实是我生日，忘掉。那呢，这应该是你妈哦。欸、你妈足水的呢。哎、欸，唔对啊，我会记你甲我讲过，你唔捌看过你妈的相片呢。是安那一张相片会落去遮？因为自较早到即摆，我从来毋捌看过这张相片。啊，有可能是阿伯摕出来的。伊去网咖找你之前，伊心情就无好诶。啊，搁伫厝内底啉烧酒呢。重点是，既然阮妈相片伫咧厝诶，是安那自细汉，阮爸甘愿互我对伊无了解，嘛无爱互我看这张相片。除非伊除了过去完全人以外，阁有啥秘密无我知影？不用的，我即摆去店的，去找伊，问好清楚。哎，等下，我跟你做伙去。奇怪，阿伯毋是才拄开门尔，是安怎阁雄雄把铁门扭落来？下辈呢？啊，伊要去叨位啊？希望伊毋是去做甚未结棍的代志。妹啊，我来看你啊，你伫遐过得好无？若是你还够伫，趁一个火啊！一定是这世间上上该幸福的家庭。你一定感觉足奇怪，今仔日也毋是甚物特别的日子，阁是安怎会来看你？你敢要去？阁有答应你，替你甲你的宝贝依琳强勇大汉，依琳嘛正壮在你。拢无搞找麻烦，事事行行拢是普罗吉的。本来当平平凡凡过一生，想怎样？那边的人也是找着阮啊。伊人的心思，差一点嘛都不要讲。阿伯在遐呢。爸来家冲啥？伊是咧拜相啊！这根本是同一个人嘛！爸！你是在拜相？恁哪在遮？这人是阮爸对无？